喝吧，皇上，补一补。别浪费了。你给朕喝的什么呀？嗯，不会是洗澡水吧？不是啊，皇上，这是我在小萌网站上看的养生茶。小萌？哎，不重要，反正小萌上面说了，外敷比内服要有用。你看你天天这么累，我决定给你外敷内服一起来。你现在疲惫吗？疲惫的时候，搓澡和养生茶更配哦。做什么？来，我给你搓搓澡。怎么样，舒服吧？皇上，这宫里的师傅劲儿都挺小的哈。还在想早上的事儿啊？皇上，你以后能不能别对那些妃子那么凶啊？得罪皇后，本就罪无可恕啊。那还不是因为你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看了那么多电视剧，这后宫里面啊，所有的妃子都想让皇上宠幸，你倒好，你天天往我这里跑，这不乱套吗？皇后的意思是让我雨露均沾。我嚼一下，嚼一下，怎么样？好吃吧？嗯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臭豆腐配上可乐，那就完美了。可乐？嗯，哎，不重要，可乐就是一种会冒气儿的黑糖水。嗯，哎呀，你看你每天就知道皱着眉头，而且你还要加班，还要熬夜，还要磕书，你最适合吃这些了。你懂什么？嗯，那你就讲给我听啊，让我也替你分担一下。我替你答应了。
皇后。那我我先走了，明天见。妃子有孕，你不想办法对付，连贴身的如意锁也送了去，你哪里还像个皇后？我以德服人，你管得着吗？你进宫不卸刀，你算什么臣子啊？燕阿的本事没长，脾气长了啊？怎么，以前教你的通通都忘了？你哪位啊？你教我做事儿？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我爸。怎么，当了皇后连爹都不认得了？开玩笑的，爸啊不，爹，您怎么舍得回来了？我来看看我的女儿在宫里有没有被人欺负。没有没有，皇上对我可好了。当真？好，拿着，我还要去复命，晚上宴会上再见。啊，拜拜。娘娘，这是你最爱吃的糖葫芦。我以前爱吃糖葫芦。大人，娘娘，真没人怎么来了？他今天早上特意来求我，说我能不能让他来呀？那就让我们共举酒杯，同饮梁将军带回来的西域美酒。谢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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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皇上。怎么样啊，这酒得劲儿吧？啊，娘娘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娘娘她，这是喜了。喜了，你不能死，娘娘，这事，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